来一个南瓜头，哎，倭瓜，冰冻菇，加上一个咖啡豆，两个地四王，还需要什么？没有气球僵尸，买个毁灭菇吧，再来一个辣椒，再来一个樱桃炸弹，OK。好，炸一下。再炸一下。炸一下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消化，然后进化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咋这么卡呀？哎，兄弟们，这咋回事呢？这啥意思啊？咋这么卡呀？全军出击！哦，我感觉到了有价值的猎物。跟 Steam 没关系啊，我平常也开着 Steam 呀。有懂的吗，兄弟们？对呀，这画面怎么这么卡？咱有没有懂的，兄弟们？突然就这样了，无边框也不行啊，无边框也不行啊，就是抖动，一直在抖动。这咋玩嘛？一会儿重上一下试试啊！你的眼睛随他走动就好了，别跟我扯啊！我是认真的。那队友能来一下吗？发条。我重上一下啊，重上一下试试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电脑2080Ti 的显卡，CPU 也是9900K 的，都是最新的显卡和内存。CPU 也是最新的，
应该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不要这不就好了？逃避。哦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？无尽的饥饿。好恶心啊，天哪。嗯，机器人可以出钩了，来。这铁男好恶心，我上路帮他抓一波，他搁这是骂我，莫名其妙的骂我。这铁男莫名其妙，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这种人我不能惯他毛病。没机会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。游戏结束了。我就是活生生的改变，适应，然后。这铁男又开始喷这个中单，我真想 diss 这个人，他好恶心啊啊！打个游戏就搁这儿逼逼队友，一会儿逼逼打野，一会儿逼逼中单，莫名其妙。
是那种莫名其妙的逼逼你，就搞人心态的。蓝惩戒了，咱们这个二技能有延迟，就不能秒放，秒放出来的话他死了，他落地直接平 A 加蓝惩啊，不放蓝惩的话咱还能活，还能操作一下。二技能的话不能马上就放出来，需要隔两秒，就是你放完一段隔两秒才能放第二段，比较伤。我感觉到了有价值的猎物。咱们这波可以杀下 ADC， 巨短臂俩长剑加提亚马特伤害够用，先蹲他一下啊，开始往前走，别急，他家辅助去中路了 ，ADC 自己一个人来下了，咱们可以直接秒，但是问题是他有可能会和兵线重叠。这波打小龙的话，蜘蛛会来。哎，装备很好的啊，这蜘蛛应该是两件套的。这波他很恐怖，是个大 boss。打不了，打不了，撤了。自己玩死了，这强行给自己玩死。刚才这种情况不能跳卡莎，因为我们这波是没有 R 技能的，你如果跳卡莎他手里有 R 的话，他是完全可以操作你的，你只能打他一套伤害，没有 R 技能的话你没有隐身，只能站着让他 A， 他手里还有大，应该还有一个闪现，甚至是还有治疗，所以这波咱们不能跳。
M 认了，没关系啊，兄弟们，这把很简单，这把就是看似好像现在很难打，实际上很简单，别急，节奏马上就来。这个蜘蛛只要死一次，他就没了，他们家就没了。我现在装备虽然说没有这蜘蛛好啊、嗯，但是这个蜘蛛我只要秒他一回，他就 GG 了，那这把就不需要再玩了。所以说他现在压力应该比我还大，他很怕死。这波就是机会，兄弟们，这波是机会。第三段开R一定要走位躲一下他E技能，因为他手里面变蜘蛛形态的话他会放E的啊，变人形态会放E的，说错了。这就是咱们这个六级升R技能啊，打蜘蛛的好处。打蜘蛛优点就在于我不需要用这个孤立无援，我就用提亚马特，我用我的平 A 伤害就干你，伤害特别高，就平 A 伤害都特别高的。主要的输出手段从 Q 技能变成了什么？无形威胁加木刃加平 A， 这段伤害特别高，一个平 A 能打到蜘蛛一个三分之一的血量，三段 R 技能三段平 A 正好秒满血蜘蛛。可以杀，可以杀。不知这铁男在干嘛呀？他，哼，他好像是个演员，他现在做法特别像个演员。他就是故意搞队友心态，搞完队友心态就跟对面说推吧啊，推吧，啥东西这是啊？有点忍不了了。我将划过他的头顶。两分钟开始喷打野，三分钟开始喷中单，然后五分钟一直在点队友。到十分钟了，我们把优势拿回来了，开始说推吧，不玩了。这种人也是活久见。我要刺穿他们。有点尴尬呀，这一波。能上吗，队友们？他们都没技能。这边铁男的 TP 有吗？可以打，这边可以打呀！往前顶一顶啊，队友们！还是没顶住，没关系啊，这边丢个先锋不要紧，怪我了。这波咱就不该开这场团战，因为我们家人不齐，我的问题。我买红忍晶吧，买夜日风刃。这把对面如果拿龙魂的话，我们就翻不了了，就没有翻盘希望了。
经得起。这个冰拳的话，一泽有冰拳，咱们就自己拿红吧。大龙有机会吗？可以来大龙吗？兄弟们，我觉得 OK 的。要找一下对面蜘蛛的位置，应该在上路。这蜘蛛在铁蛋后边，咱们找找蜘蛛位置。别急，蹲一下啊！蜘蛛应该会来。先杀蜘蛛，打了减速，接平 A 往回拉。咱们可以大龙啊，可以大龙，铁男能踢吗？踢一下吧，踢一下，来来来，踢过来，非得打字说吗？可以大龙啊，这波。打不了减速，大龙啊！下一波吧，等下一波吧。啊，打大龙耗太多血量了。我们家队友的话都没有进这个龙坑啊，两个 C 位全都在龙坑外边，我自己一个人扛的龙，然后蓝量也没有了，挺伤的。买黑切，黑切差多少钱？88块钱。等一下吧，买黑切。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，等我。这波打不过的。我们家这几个，这四个队友打不过对面这四个的，在等我啊，要等我。我买黑切，买黑切吧，买黑切正好45%的冷却缩减了，冷却缩减打满了。等我黑切马上有了，30块钱。咱们等完小龙集合，小龙集合，大龙留眼，10块钱，别急。先不需要出野魔岛啊，我们买黑切就行了。这个蜘蛛对我威胁不是很大。集合了，来。有点搞。没关系，4打5也能打。冲一下，冲一下，往前冲一下，兄弟们。往前冲一下，往前冲一下，这边得冲上去。
还是把异形能给放出来了，龙魂没了，哎，难搞。现在的排位太难打了，兄弟，游戏环境太差了。这边必须得把蜘蛛秒掉，秒完之后他们打不了这小龙的，因为蜘蛛是打野，他死了，对面没有人敢动这个龙，没有人敢动这个龙。现在只能说特别难打了，但是还是有一线生机的，因为有杰克螳螂在，相信杰克啊，兄弟们，相信我，有希望的，我是觉得有希望的。我们主动开一下吧。哎，这铁男，我们家没有这铁男少个大前排呀，扛不住前面。能来吗，铁男？真求你了。哎，这波我绕后，铁男能拉一个不？我开团，我把 ADC 秒了 ，AP 也没了。可以打吗？可以，最后大招抢个人头。这铁男可真有你的，这不是真秒双 C 了？对面没有双 C， 剩个蜘蛛的话，咱队友能打赢的。先上个高地，咱们下一波才能一波。上高地呀，兄弟们，上高地呀！哇，这不抢一个高地，有机会的。对面还没复活，大家一人点三枪就点掉了，点掉马上走。而且这波即使咱们死了，对面也拿不了资源。都挺默契，全撤了。我们现在还是啊，打团战要跟刚才一样，秒对面双 C。先秒这个 ADC， 再秒泽拉斯，就先不要杀蜘蛛了，因为蜘蛛的话咱们一套秒不掉，他把 E 开出来就完了，把 E 开出来原地咱们直接坐死，所以一定要先秒 ADC， 然后再秒泽拉斯，或者先秒泽拉斯再秒 AD 都可以啊。现在 ADC 出秒表了，咱们下一波就先秒泽拉斯再秒 AD， 看能不能升个16级，可以升个16级。铁男开团了，先秒泽拉斯，造了，这他妈啥呀，我一撞墙了，兄弟们，要不这波帅死你。最后一下一技能一厘米撞墙了，蜘蛛没意了，我跳过去蜘蛛必死。有点可惜，有点可惜，那不要紧啊。
可以，这边咱们逼一个 ADC 的闪现，下边团战很好打，很赚了这一波。但是别神追，别上头，一旦上头的话，咱们死了，复活时间很久，50秒的复活，他们出来可以直接拿远古龙魂，拿完远古龙魂，我们再没有翻盘机会了，再无翻身机会。回家卖了个装备，我们买个复活甲吧，把复活甲买出来，买复活甲，1200，再来一个愤怒合计。现在打野刀先别卖，小龙 Q 一下，看机器这波能不能 Q 出来一个。好漂亮 ，Q 出来自己一个，给自己弄死。你们是这真蒸饭机器人啊，你一个铁男就够瘦的了，你这整个这个出来，这一个铁男够瘦的了。行，不是说 Q 一个，行行吧，拖一下，拖一下远古龙行吧，拖一下，拖一下远古龙。调整一下心态啊，排到啥队友咱认，咱好好打好吧，尽量带他们赢，没想到就算了，就撤了吧，撤了吧，这波打可能要被一波，建议就撤了吧。双龙会这些人，有的是真菜，有的是不想赢。卧龙凤雏全干一起去了，你接点背呀、啊、这两天挺心酸，这一场游戏只是一个缩影，这两天都是这么打，感觉有点水逆。哎，点子是真的背，全是这种队友，这两天伤害啊，
别，不用兄弟们啊，咱们没必要，没关系。这种情况见多了，只有身经百战你才能理解。嗯，但是这个铁男确实，咱们我看刚才有弹幕啊，有两条弹幕